似晨星的方向，玫瑰和荆棘总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，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现在就起航，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寻宝，你好，光头强私人定制，我要定制一个寻宝之旅。寻宝？寻什么宝？如果我知道是什么宝贝，还用你来定制吗？好的好的，那有什么要求吗？要求嘛，把这个项目的行程安排、市场占有率、回报率都做出来，下周一之前交给我。这个要求恐怕……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的话，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。你。哼，我还不给你这种人打工呢！再见。喂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是谈工作，最近压力太大了，工作生活都分不清了，麻烦你帮我定做一个寻宝之旅，减减压吧，拜托了。可我也没有宝。喂喂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上哪去找宝贝？小时候的日记。今天中午我吃了10个大馒头，还是很饿。才没有，乱写的。除了树就是草，哪有什么宝藏？哟，光头强，你没事吧？可以帮俺捡下苹果吗？谢谢啊。你看见熊二没有啊？俺就去摘了个苹果，一转眼他就不见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哎呀！哎呀！熊二！差点被蛰了。蜜蜂，有了。搞定。哎，导游，你确定这儿有宝藏？当然，顺着这条路利用各种线索突破重重机关，就能找到宝藏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出发。会那么简单吧？雕虫小技。树枝，发现目标。差点就成落汤鸡了，这么高该怎么拿到呢？哎，有了！这些果子应该也是线索。
到头了，宝藏在哪儿呢？大胆毛贼，竟敢打宝藏的主意！谁？宝藏在哪儿？宝藏嘛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往上看，噔噔噔！蜂窝？那这棍子是用它够蜂蜜呀、啊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因为压力大，钱难赚，才来寻宝解压的。你却拿蜂蜜糊弄我，我要投诉你！别别别，我就是一穷光蛋，真的找不到别的宝贝了。哎，反正我都来了，你也不容易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要是再不能帮我解压，我投诉你了啊！这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寻宝寻宝。我上哪找宝啊？嗨，森林里有很多宝啊！森林里有啥宝贝？别打肿脸充胖子了。哎，那俺们本来就是胖子嘛。哎呀，哎，跟俺来吧，熊二跟上。哎，别乐了，快走。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的地方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儿有俺们小时候的回忆。这就是俺们的宝贝，也是森林的宝贝。哎，光头强，还记得那次躲猫猫，你在这块石头后面藏了一晚上吗？还好意思说，后来才知道你们早就回家了。俺还记得以前玩老鹰捉小鸡啊，你老是抓不到俺们。好怀念那个时候啊！人类可真奇怪，明明赚钱不开心嘛，那为啥还要赚钱呀？其实俺觉得游客只是想缓解一下压力。啊，最近压力太大，生活工作都分不清了。要是再不能帮我解压，我投诉你了啊！我明白了，宝贝是什么不重要，解压和快乐才重要。我要用童年的游戏设计一个寻宝解压之旅。好，俺来帮忙，算一个。好。游客一定会喜欢的，耶！其实昨天只是游戏的热身环节哦，今天才是真正的寻宝之旅，这次绝对是好宝贝，金猴子，真的，线索就在箱子里。七巧板，拼对图案，箱子就会打开。不对吗？别急，我们要找的是，哎，猴子，哎，嗯，金猴子，哈哈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哎，这怎么样？压力是不是缓解了？嗯，说不上来，好像没什么缓解的感觉啊。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，那什么呀？那是守护金猴子的哼哼二将。用这个击退他们。哼哼二将最怕蓝莓了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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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太厉害了，快走吧。嗯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不好了！老鹰老鹰抓不着！老鹰老鹰你抓不着！只要摘掉蕴含护卫力量的果子，哼哼二将就会失去力量，靠你了。我把你抬上去，可是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呢。没时间了。别过来！快去啊，又大又红的那颗！
我拿到了，成功！成功了！没力气了。哎呀，今天的寻宝之旅太棒了！导游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能设计出这么好玩的寻宝之旅啊！七巧板、弹弓，还有老鹰抓小鸡，哎呀，让我好像回到了快乐的童年。只是那只金猴子，这个，其实我……谢谢你啊，光头强。金猴子的真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设计的游戏缓解了我的压力，我真的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我会永远记得今天的寻宝之旅的。也感谢那两个哼哈二将啊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以后有压力了就来找我光头强。哎呀，光头强，你的私人定制越来越有意义了。多亏了你们的帮忙。光头强，说好你要给我一串香蕉当报酬的哦。嘿，快给我吧。报酬？等等，你还没付钱呢。光头强，快给我香蕉。野花开遍山岗，百花沙沙作响，人心本身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换你还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，这冒险很长。冬雪消融，溪水流淌，篝火熄灭，曙光在前方，有伙伴有力量。野花开遍山岗，百花沙沙作响，日记本珍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，森林的美好远远都。野花开遍山岗，百花沙沙作响，日记本珍藏着季节的方向，指南正在跳荡。